早安啊，我是这间学校 CTBC International Academy 的学生，然后我要来介绍一下我在学校的生活。首先呢，就从我们宿舍开始介绍。再来就是呢，我们宿舍的冰箱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订一些我们的需要冷藏的食品或者是冷冻的食品。然后再来呢，往这边看，有一台非常大台的洗衣机。宿舍都是双人套房，所以我们有两个很大的衣柜，有分上面跟下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卫浴设备咯。他们是干湿分离的，然后呢里面非常高级哦。那这是我们的淋浴间，这是我们的厕所，非常的豪华。现在要去拿早餐，然后这是我们的路程，到底现在叫拉雅的早餐店。我们在这边拿早餐啊，然后有时候中餐晚餐也会来这边吃一下。我早餐的菜单有起司蛋，然后泡菜有起司蛋堡，然后鸡排汉堡、红茶奶茶豆浆。Friday morning, and this is my first class of the day. This is John's health and nutrition class.Say hello to the camera.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So we're using farm animals to describe the overthrow of our investment in a game that they can be eliminated from. Eliminated means bye-bye. You cannot play the game anymore, okay? In Monopoly, if you have no money. This is our cafeteria. We're usually in here eating food. Today's food is a little bit of water.然后因为下午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来庆祝一下。啊、然后今天没有吃披萨，然后板都满了，然后都被清光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学校中央厨房做的，非常厉害。然后这边有小菜、鸡腿什么的，这边有素食区，非常的丰盛，而且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有什么嘞？哦，有 pasta。我们平时下课呢，就在这边玩一些各种球类，有排球啊，然后也有球。是我们第一间办公室啊，他们大部分都各组各的，所以我们就看看。第二间办公室，这是我们在讨论自己的一些功课的办公室。然后呢，这些同学呢？超级认真的，然后自己的东西，来，这边，很认真有没有？有时候还订一些食物来舒压一下情绪。然后这边呢，就是最疯狂的，但每次是讨论一大堆人都听不懂话。Appetite， 我没有，你没有提到他的 appetite。对啊，我应该搜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的外事办公室。啊，那边一位很优秀的学姐在教我们日文。拉塞，どうぞ。お上がりください。お上がりください。失礼します。自习刚刚结束了，差不多在10点左右，然后我们就晚点名。晚点名完后呢，我们就刷牙、洗脸、洗个澡，然后就睡觉了，准备新的一天。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在学校的一天，拜拜。